一块钱你买不了吃亏，一块钱你买不了上当，你一块钱你啥也买不了，因为本摊位通通五块钱，五块钱。嗯，停放，藏挺深的，钱呢？勇哥，你再宽限几天呗。嗯，今天要再不还钱，信不信老子把你给废了？哎，勇哥，这包里我今天所有的钱都在这儿，你先拿去。对，下死手！你给我追，给我弄死他！这个胡道，给我去堵他！拍戏呢？你是谁？我是、背影，一个群演都这么入戏。快刀出动，保护大学入城。是。是什么人？我是路人甲。是曹军的人吧？我都行。哎，别！哎，大哥！哎，导演！导演呢？开呀，快开呀！哎，大哥！哦，真死了！潜入劈城者，死！好漂亮的美女啊！怎么不继续装死？姐姐，我路过。喂，醒醒啊！这什么鬼地方啊？走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！妈呀，传家宝显灵了，这以后就是我通往两界的传送门了。去那边看看，如有活口格杀勿论。这位美人怎么说也算救了我一命。大哥快看，孙子在那趴着呢。在他们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他们玩我。不好，大小姐她，你快去禀报主公。是。你给我搜。是。这女人还是有点名。淫贼受死！姑娘，你别后悔，你那箭上有毒，不帮你吸出来，你就没命了。看你衣着打扮如此怪异，必定是曹瞒奸细，敢对我有非分之想，我现在就杀了你！小姐，别动，伤口还没好。我说了，你别乱动，伤口还没好。你这可不能怪我。淫贼，敢欺辱我家小姐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，打入大牢。先生，要不是此人乱闯引来大小姐，估计曹军大军都已经入城了。
让坏物进来。正好，陈宫那个老狐狸不是在查曹公的内奸吗？我看，就拿你来顶包了。哎，别，大哥，你先把那鞭子放下，咱有话好商量嘛。我叫秦放，我就是个摆地摊的，卖货的。好一个货啊！说吧，是不是曹瞒派你来做奸细的？曹瞒？谁是曹瞒啊？说什么？大小姐，他还没好，不能乱跑。可他毕竟救过我的命，我得去看看。我说，你想让我说什么？曹瞒是你的主仆，是他指使你潜入到这里，去情报，好吗？要不然这样，你先把我放下来，我给你签字画押嘛，你就有证据了吧？还听懂事儿？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啊，大哥，那这个怎么画押呀？来人，画货！哎，别画！哎，兄弟们啊！我去你大爷的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！哎，别，大哥，给你漏了吧，大哥！住手！住手！大小姐，怎会来这种地方？谢谢。大小姐，此人可是曹瞒的奸细，你这么把他放了，难道就不怕主公怪罪吗？曹瞒之人为何救我性命？大小姐，曹贼已围城数月，皮城已危在旦夕。身为主公的嫡女，如今却要保一个来历不明的人，你这样做，就算主公不会怪罪，也会伤了三军将士的心啊！围城数月，如果我能通过传送门在往期穿越，围城对我来说根本就是个笑话。我还能报答美女的救命之恩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大小姐，我若能解披城之围，可否让我见见主公？哼，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还想解围？你若能解披城之围，我魏晋任你发落。好，把我包裹拿过来。一块钱你买不了吃亏，一块钱你买不了上当。困住神农鬼，就是我出来。困住神农鬼，有种就站出来！你使什么妖术？这叫喇叭，在我们那儿是用来吆喝叫卖的。土包子，莫非就想凭这个东西来解披城之围？这未免也太儿戏了吧！我说是他了吗？这叫望远镜。千里镜，数千里之外可以看到一只蚂蚁，都清清楚楚的。是谁？是什么？有此神物，可隔千里观敌军动向，何愁草蛮不破？走，我带你去见父亲。等等，大小姐，此人来历神秘，手中之物更是诡异异常，绝不能让他见到主公。有此神物在手，以父亲之勇攻破曹军指日可待。怎么，魏将军难道不想解披城之围？大小姐误会了，我只是心急主公安危而已。魏大将军费心。走。气死你，等着。去通知曹公，我会另想办法。献上吕文侯的人头，引他入城。是，先生。刚才这吕清河和那小货郎不出，恐怕会有大患。你以为就凭他们手中奇技淫巧的东西能赢得了曹公吗？邳州被围城数月，城中早已弹尽粮绝，待曹军入城，定将他们千刀万剐，碎尸万段。
居然能巧思出如此精妙之物，这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！草蛮虽势大，但我也未闻他有此等之物啊！开什么玩笑？这可是现代的东西，那草蛮能有，我脑袋拿下来给你们当球踢。现代，现代又是何处？哎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，那玩意儿送给你们了。好，给先生赐座。主公，邳州如今已无存粮，将士们靠草根果腹，就算有此神物，恐怕也战胜不了曹军。以属下之见，与其城破被俘，倒不如主动求和，尚能有一线生机啊！休得胡言！曹蛮阴险狡诈，主动求和只会引狼入室。哼，那又如何？此等局面，还不是大小姐之过？若不是大小姐不愿与那袁种之子联姻，主公又岂会陷入这孤立无援之境啊？谁人不知袁种父子为人反复，毫无信义可言。倘若真有人能解如今邳城之困境，别说是袁种之子，就算他是一名乞丐，我也愿嫁。大小姐，要不你嫁给我，我帮你。先生说笑。大小姐此刻还有闲心儿女情长，我愿意求和，把粮食拿出来啊。够了，军师意下该如何？回主公，如今城中人人自顾不暇，即便我拿出万两黄金，恐怕也没人愿意卖粮食。主公，还是下令开城吧。请主公打开城门。请下令开城吧。你们，哎，他们没有粮食，但是我有啊。他们没有粮食，但是我有啊。大胆，黄头小儿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口出狂言。我这算什么狂言？主公，只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，别说万担粮食，就是十万担粮食我也能给你运来。好大的口气。大小姐，你刚起下这下嫁的誓言，此子便狂言能筹粮，这所谓的有能之事，怕不是大小姐你安排在跟你演戏的吧？你是血口喷人！老夫认为不妨听秦先生说说他有什么条件。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让他给我和大小姐跪下道歉。找死！放肆！怎么在大殿之上还敢动手，太不把父亲放在眼里了吧？主公，属下必无此意，倒是此人来历不明，蓄意挑祸，恐怕另有目的。哦，且莫被这奸猾小人所蒙蔽，曹军十万大军围城，岂会让他与娘进城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从城外运粮食？主公，城内物资都已登记在册，尚无余粮，此人定是想诓骗于你，请主公速将此人斩杀。不用说了，我自有分段。秦放，你可知每日我大军所需，如何能保证供应我上万大军？哎，那这个就是我给大军准备的粮食。哼，荒谬，此物如何可以食用？莫不是想要戏耍我等？你看，你们别看这小小的一块，就我这么大个人，吃上两块能管一天呢。不信，来，我给你拿个尝尝。那你试试。嗯，那我就试试。噎着了。此物有毒，快来人将此人拿下。等等，此饮甘甜可口，令人身心愉悦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神仙水？还有此吃食也不简单，
半月食不果腹，如今终敢饱腹。显公，粮食之危机可解也。这不可能。哎，赏你的，也赏你一个。尝一下。父亲，先生所言不假。先生，此物你尚有多少？那就看主公您想要多少。你什么意思？主公，这不可能。若他将粮食藏于城内，耗水一月，咱可能不赔坏府变。没见识就别张口说话了。真空包装，别说泡一个月，你就是泡一年，它也泡不坏。原来如此，来人，快给先生奉上些银钱，我们随先生去取粮。等等，我除了第一个条件，我还有第二个条件。先生请讲。我要在他的脸上也烙一个印，以报我被他刑罚之仇。只要答应我这第二个条件，别说是万担，就是十万担我也能给你运来。先生，抱歉，我秦放从来不留隔夜之物。主公，此人用心险恶，只想挑拨你我亲臣关系，还请主公明察。主公，我等忠心耿耿，刚刚是一时言急，从无想要欺软大小姐之意。他们二人和粮食，你只有一样可以选。既然没选，算了。先生且慢，以大局为重，请主公以大局为重。二位将军，请吧。请主公以大局为重。二位将军，请吧。三军将士性命，披城安危不容小觑。魏将军，请三思啊。侯将军，赶紧给大小姐认个错，为了活命不丢人。魏将军，不就是烙个印吗？你就当是上战场被砍了一刀。属下刚刚冒犯了大小姐，请大小姐恕罪。魏将军，请吧。魏将军，请吧。秦先生，魏将军对你用刑也是为了捉拿内奸所需，再说你与小女有缘，不如给我和小女一个面子。魏晋见识不明，擅自用刑，才惹下今日之祸，还不跪下给先生认错。小不认怎么曹公大怒？请秦先生恕罪。大将军和大小姐的面子我能不给？那我派人随秦先生去。不必了，我的伙伴不想见外人，只有我一人前去。秦先生不要误会，并不是不信任你，而是筹粮之事牵涉到我城数万人的性命，所以我们不得不重视。我相信秦风。孩儿，莫要胡闹。我既已许诺，倘若他真的能解披城之围，带回来万担粮食，那他便是我吕清河的未来夫君，我自当全力支持他。但若是我自己识人不清，遭人背叛，我愿意接受军法处置，以命偿三军。罢了，秦风，我且信你一回，万担粮食需要多久方能备齐？那就看主公什么时候能备齐千两黄金，或者是跟千两黄金相等价值的货物。如果有，我一天之内就可以拿过来。看在何儿的面上，我信你一回。不过本府确实拮据，拿不出这价值千金的铜器玉珏呀。那你有多少你就拿多少吧。哎，来人，带先生去我的库房。多谢岳父大人，别担心，我不会让你有性命之危的。结果啊，结果。
人呢？放屁！秦芳还能是仙人不成？飞天遁地，你们两个胡说八道的东西，滚下去！二使军帐。是。罗将军，那货郎若真是掉进了九魂洞，必定是九死一生，魂飞魄散。可他如果没掉进去，反而带来了粮食，必定会受到吕文侯的重视。以后再想杀他，那可就更难了。魏将军的意思是，今日那小子如此羞辱你我，吕文侯却不管不问，如此软弱之人，还值得你我效忠吗？实话说，曹公在城中已布局许久，只要我们配合曹公取下吕文侯的人头，高官厚禄便是指日可待。侯将军意下如何？当真？只要侯将军听我安排，必定亲使留你。明日我等便动手，先杀吕文侯。至于那个货郎，以后还不是任由你我宰割？好，我这就去准备。真是比你厉害了！若要是有了这些宝贝，你全部送到我这儿，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价钱。秦兄弟，你还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啊！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四个三。秦芳，拦住他！等等，陈勇，嗯，你想不想翻身？哼！秦芳，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呀？啊！我手下十几个兄弟，需要翻什么身啊？啊！难怪你只是永远当小混混。你找死！打开看看。这里面是100万，只要你在一个小时内买齐这张单子上所有东西，剩下的钱，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给放哥备货！坐。主公，大事不好！曹瞒来人在城下叫嚣，说呀，说谁能取得主公首级，就赏黄金万两，还封万户侯。曹贼竟如此张狂！哎，可有那火狼的消息？并没有看到火狼。如今兵临城下，那万担粮食又未抵达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召集众将出城看看。是。不用了，来得正好，快随我出城御官。宇文侯，来得正好，快随我出城御官。宇文侯，你们真的想造反吗？造反？我们打仗无非为了填饱肚子，现在饿着肚子，谁还会为你卖命？没想到我吕文侯的兵竟然因为吃不饱肚子而反我。吕文侯，你难道不知道得道多助，失道广负？我这是忠心耿耿，却让我给一个货郎下跪，我能转投曹公又有什么错？如今大势已去，还不赶快束手就擒，否则这大小姐的命可就没了。无耻狗贼还在狡辩，父亲别管我，一定要取这狗贼性命。大小姐脾气还如此刚烈，放心，等你成了阶下囚，自然会有男人让你学会如何去。侯成，要敢伤我儿，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。那既然如此，杀吕温侯，封万户侯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来了个巨兽，城中来了个巨兽。巨兽？那巨兽有可能是秦先生运粮之牲畜啊！没错，侯成，
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哼，如今大局已定，这巨兽定是我们的城外人马。为了让你们能死个明白，就让你们出去看看，我们压不下。是，走，快走。你去给曹公传递消息，说城内大局已定。是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秦放，竟然能招来如此巨兽！秦放，你到底是何人？当然是来给你们送粮食的。休要诓骗于我，府里有巨兽，哪里有粮食啊？跟我来，走开，走。诸位将士，如今粮食已到，难道你们还要跟着侯城叛主吗？立刻将此贼抓住，大王既亡不咎。陈公，如今大局已定，曹公答应优待我等，何患无粮啊？你挑拨也没有用。这些东西啊，可香得很，要不尝一尝？不饿吗？来，给我放下，不要吃！狗贼，拿命来！哈哈哈！何猛，以为你这就赢了吗？我们的人马到了。宇文侯，你以为你这样就赢了吗？我们的人到了。魏将军，兄弟们都能吃饱喝足了，你还要反吗？你属下来迟，请主公恕罪。好，把这家伙拖下去。是。我来晚了，没关系。吃一口，好吃吗？小子坏我好事，你等着！不冒险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验他披舟一月有余，他怎么可能还有粮呢？据说，是个叫秦放的货郎，一夜之间就拿出了万担粮食。这你也信？一个货郎怎么可能会有万担粮食？给我去查，掘地三尺也要给我查出来究竟是谁。去给魏姬传信，让那个秦放归降于我，如若不然，杀了。吃啊。秦兄弟，这次多亏了你，我敬你一杯。来来来，喝！是啊，秦兄弟，这泡面、火腿肠简直是美味至极啊！来，我也敬你。那我和大小姐的婚事，自当守约。我宇文侯在此宣布，将我的女儿何儿嫁与秦放。谢主公，恭喜恭喜恭喜啊！主公，属下认为此桩婚事不妥。有何不妥？先前大小姐拒绝与袁种之子的婚约，袁种并未发难，那是因为大小姐仍待字闺中。若袁种知道大小姐即将成婚，又岂会坐视不理？是啊，那袁种乃是汝南第一大势力，比之曹瞒更甚。如若发怒和曹军联手，我等可有生路啊！况且这秦放只是区区一介货郎，如何能娶大小姐？请主公三思。那这么说，各位是想过河拆桥了？哎，
秦兄弟，按你这话说的，我的夫君只能是秦放。我的夫君只能是秦放。父亲，秦放未放弃我等于危难之中，我们又岂能背信弃义？嫁给他，我心甘情愿。大小姐，众将士所言也并非没有道理。若袁种因此发难，皮城便是两面受敌。除非秦先生有办法能击退曹军，还请主公明鉴。切莫因为大小姐的一时私情，祸及三军呐！请主公三思啊！秦放，非我不愿。你看如今这情形，要不你跟何儿的婚事就算了吧。若我能帮你击退曹军呢？你是否能不再食言，将大小姐许配给我？秦放，你不要逞一时之气啊！凭你一人，如何能击退曹军啊？凭我一人确实不行。大小姐，可愿助我？你要我如何做？你能调动三千兵马吗？可以。莫非你想靠这三千兵马对抗曹军十万？莫非你想靠这三千兵马对抗曹军十万？这未免也太痴人说梦了吧！我早就说过，只要有钱，我什么都可以做到，什么车马、兵器、粮食，我都给你们弄来。三日后，我一定还你一个精兵强将。此话当真？君无戏言。那就请大将军放点血吧。哎呀，先生啊，你说的那些东西实在太过贵重，我确实没有。这是夫人的一些金银首饰，你先拿着。没关系，值钱就行。先生，将军，你脸这是？哦，不妨事，女人嘛，难免小肚鸡肠。先生，你的兵器护甲来路当真可靠，这可是我千辛万苦从夫人那里抢夺过来的呀。将军，我办事你就放心吧。况且，我也是为了你的长远大计。先生，这真的可是我最后的家底，可否？不可。我可是为了你的千秋大计啊。将军，你没听说苦在当下，利在千秋吗？相信我，这将是你做过最明智的选择。抱歉，没长眼啊。秦放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该不会是在跟踪我吧？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啊。我告诉你，再纠缠我就报警了。跟踪你，徐娇娇，你别太当回事儿。现在我多看你一眼，我都觉得脏。你这个就是你说的摆地摊供你上大学的傻子。周少，你别误会，当初是他自己主动的，我没有主动跟他要过一分钱。哦，原来你是这么想的，都怪我当初眼瞎，把垃圾当成宝。周少，他骂我。我是喜欢你嚣张的样子。笑一个，她现在是我的女人，要骂也是我骂，轮不到你。你想怎么样？保琴，保安，这个人手脚不干净，偷了我的表，搜他身，不合适吧？不合适，干不了。那我得跟你们金总好好说说，你这工作也别干了。你不会觉得有钱就能为所欲为了吧？不然呢？就是这样。但是你体会不到，因为你没钱，我想怎么捏死你都可。那，你恐怕要失望了。都这时候了，你还装什么装啊？保安，快搜他！既然这样的话，两位请出去吧。你说什么？他可是周氏集团继承人，你敢让我们走？因为他是我金某的朋友。
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劝你不要强出头，他是你惹不起的人。闭嘴！得罪了金总就是得罪了云城首富，不认识金总就闭嘴，想死了别带着我。怎么可能啊，他不过是个摆地摊的穷货，连5000块都拿不出，怎么可能认识什么首富？既然是金总的朋友，刚才都有得罪，我先告辞了。等等，周少，别忘了你扔到垃圾桶里的手表。哎，对了，手表既然是垃圾，人也应该是垃圾，是不是也应该丢到垃圾桶里带走？秦放，别给脸不要脸，小心玩脱了。金总，既然秦兄弟说了，那就把他扔到垃圾桶里吧。周少，请吧。我是周氏集团的继承人，我看谁敢动我。松开我，你们疯了吗？我是周少，是周少，你们敢动我，都活腻了吗？好，我记住你们了，记住了，都给我等着，给我等着，啊，等着。哈哈哈，秦老弟，你可真有本事呀，这回呢又给我带来这么多的好宝贝。渴了吧，喝口水。谢谢。以后啊，我们俩要多多合作。不对，这根本就不是东汉时期的东西。老庄，你说这全部都是赝品？根本就不是东汉的东西，你说这都是赝品？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要比东汉时期的更早。吓我一跳，咱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吗？我这些东西全卖了，是多少钱？5000万？不可以。5亿呀、啊！金总，你只要帮我买一张清单。所有价格几万，这不是害我？我再给你，搞不定谁能搞定他？伯爵，曹瞒叫你来作甚？直说。臣听闻将军府上有一货郎，甚是有趣。我家主公想邀其前往一见，只要将军肯将此人交出，我等即刻退避。曹瞒此人生性狡诈奸猾，他的话可信？信与不信全在将军。不过我家主公还有一句，若是明日还不见的货郎，我曹军必将全力一击，势必拿下皮重。传令下去，召集众将。是。军师以为郭寻所言是否可能？在下认为不可轻信，但也不得不防。你说重点。若是明日这秦放真的能带回3000重甲的盔甲兵器，那这曹瞒倒不足为惧。可若是带不回，又没说到重点。啊，主公，那秦放所言本就是天方夜谭，如今曹军愿意退让，正是机不可失啊。但是这么做有违道义的。那等秦放回来之后，不如先委屈将其关押，且看形势如何。别叫，是我。现在府中到处都是军师的人，他们想把你送入曹营，换曹瞒退兵。所以你赶快离将军府越远越好，听清楚了没有？我听清楚了，但我不会逃，我还要娶你。都这般时候了，你竟然还想着这些事？倘若你落入曹瞒手中，定会九死一生的。你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不过，曹瞒既然这么了解我的消息，城中定然有他的奸细。昨天谁说要把我交出去？是魏晋，我这就去杀了他。哎，
既然曹瞒想见我，这秦放怎么还没回来？哎，报告主公，秦先生他什么他？快说！秦先生留下一个锦囊，和大小姐直接出城去了曹营。他还说什么了？说是主公若想解邳城之围，按计行事。这卫时都过了，那吕文侯怎么还不把人送出来？难不成那秦放真能凑齐3000重甲？绝无可能。这秦放再有能力，军饷和粮食怎可同日而语？不管怎么说，这个人不能落在吕文侯的手里。吕文侯他要做不了决定，咱们逼着他做决定。传令下去，攻城。报告主公，一名自称是秦放的怪异人士求见。没想到这个秦放啊，还真是识时务。来，快快请进来。这人看起来好像挺有钱的，可以宰他一把。此人果然非同凡响。先生，久仰，久仰啊！久仰，我更是久仰啊！既然先生主动到了我的大帐里头来，就已然知道某的心意，某绝对不会亏待你。曹公，我今日前来，是想让你退兵的。曹公，我今日前来，是想让你退兵的。退兵？你怕是在说笑吧？啊，我们曹军有10万精兵，对方只有1万，你让我们退兵？哎，我说你们这些人打打杀杀，不知道什么叫和气生财吗？再说了，曹公，我可得提醒你一下，如果你不退兵，全军覆没了，可别后悔。秦放，你莫白日做梦了。我们的兵力是他的10倍，更何况我们就算兵力相当，我们军兵强马壮，装备精良，他也不是我们的对手。装备精良？就这啊？就这，在我的眼里都是垃圾。放肆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侮辱我们曹军？恕我直言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们给我道个歉。好，你真是嘴硬。那你把你的兵器拿来，我们俩比试一下。你若输了，我当场宰了你。不可，世人皆知曹军装备精良，不能和他硬来。放心。那你要是输了怎么办？你想怎么样？我要曹军退兵。我就是想见识见识啊，我们秦先生您的神兵利器。来，这是我们的宝剑，削铁如泥，3箭之内必破甲。对，这就是大师打造的宝剑，我倒要看看这小子的兵器有没有他的嘴硬。等恶来将军一剑斩了他的头颅，我看他的嘴还硬不硬。无非就是一个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小货郎，能拿出什么货色？就你这些，你送我都不要。你既然看不起我的兵器，你把你的兵器亮出来给我看看。莫非你没有？你害怕了吧？我没有兵器啊，但我有武器。武器？什么武器？我看你今天是拿命来和爷爷玩的吧？啊，秦先生啊，如果你想加入我军，大可直说呀，何必拐弯抹角啊？你们啊，就是土包子，没见识，连武器是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你的嘴是真够硬的，但是我要看看是你的头硬还是这个石头硬。这宝剑竟能如此轻易破开金石，果然不愧是大师所铸神剑啊。这小小货郎自己找死，怪不得别人呢。我已经想象到他被劈成2半的样子了。秦放，你上来受死。来，
先给你们上点小凉菜，开开胃。我是不是眼花了？地上的是恶来将军的宝剑，我不信，这定然是那货郎使的诡计。这句子竟如此锋利，小意思了。这在我们那儿是拿来锯木的，怎么可能？恶来，不要比了。行，不比也行。那请曹公退兵吧。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要退兵啊？曹瞒，你枉为三军主帅，怎能如此反复无常？刚才我家主公只是让恶来将军比试，却未曾应承退兵。看来你是想不讲武德啊。我手握重兵，马上就兵临城下了，今日就可以拿下皮城，你说我不讲武德？秦先生，我呢向来惜才，如果你今日能够归顺于我，他日荣华富贵你享之不尽，如若不然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呀。说实话，你这些条件真的很诱人，不过我这个人向来喜欢荣华富贵自己挣，还有我也舍不得我的夫人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那便留不得你了，刀斧手出列。秦放，我们主公惜才，你别不知好歹。恶来将军，不是我说大话，我这一句子下去，你这双腿和这刀斧可能就一起没了。哎呦，秦先生，你不要忘了，你只有一个人，一把锯子。而我们有这么多人，你又如何忙得过来呀？小子，你受死吧！等等，你们看看这是什么？我耳朵。主公。那是天雷妖术啊。啊，你说什么？那是妖术。你说什么？曹瞒，你还要给我降吗？啊，也有可能是法术啊。秦先生，老夫的眼光向来是不错的，不知道秦先生还愿不愿意加入我们阵营啊。曹瞒，都这个时候了还在想着招揽人才，不愧是你啊。哎呀，多谢秦先生的夸奖，就算你这个掌心雷再厉害，从天而降，我手中可有十万人马，你这掌心雷，你就是精疲力竭也炸不完呐。你这儿还有十万人？那你偷偷派出去剿灭我岳父被打得屁滚尿流的军队是哪里来的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知道我们曹家参战的消息？以曹公的性格，断然是不可能轻易退兵的。你肯定是想拖住我们，偷偷的派兵攻打邳城，才是你的性格。曹瞒，你背信弃义，无耻至极！先生果然是料事如神呐。不过，先生可有何仙法，能够以一当十，用你的一万人马来抵挡我十万大军呢？只要秦先生愿意加入我曹军，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和美人环绕，何乐而不为啊？你如果不说美人环绕，我可就心动了。你当着我老婆的面给我说美人，那就叔叔可忍，婶婶不能忍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秦先生可不是说笑了吧？就算你手中的掌心雷再多，他能阻挡一个十万人的战局吗？我早都说过了，这锯子还有那掌心雷都是我们小孩的玩具。火箭炮听过没有？加特林听过没有？东风导弹？这个我没有啊。那就更留不得你了。弓箭手，准备。先生，你奇淫技巧甚多，不过你能否在百步之内与我的弓箭手笑谈风云呢？啊，哼，老曹，你不地道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
这曹公的身体如何呢？来，保护主公，快！秦放，这是我曹军大营，我这里士兵无穷无尽，你休要张狂。报，主公，我军刚至城下，便遭披军突袭，10万大军，死伤过半呢。那吕文侯率兵正前来攻营，主公还请速速撤离。这怎么可能？吕文侯只有10000兵马，就算他全部出击，堪堪抵抗，怎能反败我军呢？你军并未有10000啊，未有10万，那有多少啊？只有3000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3000人马怎么能抵抗我10万大军？就算是你拿那个锯子来切萝卜，他也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切完呐。那吕文侯与那军师武器怪异，可以以一敌千，我军实在是不堪一击。听他们说，叫什么火箭炮加特林。原来是你，是你故意在拖延时间。哎，我可没想那么多。好，我曹某认栽了，改日再战。撤。等等，怎么了？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聊聊赔偿的事情？你们只有2个人，你居然敢留下我们这么多人吗？我就不相信你那个火箭炮是什么无限的。哦，不，来。那你可以谈谈吗？10000黄金。你这无耻奸商，10万两黄金你何不去抢啊？哎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。曹公，你派兵攻打邳城，那邳城百姓还有我，那多惨啊。先生，您是能拿得出10000多担粮食的人呐，您怎么可能会惨呢？那我是老婆本，我都掏出来了，那也用不了10万黄金呢。对呀，对，是要不了。你想想，还有吕温侯呢，那他派兵过来攻打，是不是也很累啊？我在他眼皮子底下做生意，不得意思意思吗？你这，再说了，曹公，你这万金之躯啊，还不值那10万两？强词夺理，给不给啊？给。3日之内，10000两黄金就送到你府上，就当是给你新婚的贺礼了。走。哎，又怎么了？我新婚你都知道，看来你的内应很给力啊。行，这贺礼我收下了。至于你的人，也给你，是你的人，你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等等。又怎么了？听说您还有一匹赤兔马，我夫人呢，她又是极为爱马之人，这匹马，你得寸进尺了，给你。大气，多谢曹公。曹满狗贼，你给我出来，这回看你还能奈我何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，曹瞒人呢？给了10万两赎金，被我放走了。啊，放走了？嗯，放走了。如此天赐良机，你为了1万两银钱就放走了曹瞒，贤婿呀！之前是10万两黄金。10万两黄金？不过这次放跑了曹瞒，下次再杀他就难了。我说大将军，我知道你英勇过人，今天你要是把曹瞒杀了，明天他带大军反扑过来，你能打得过吗？大不了我再招兵买马扩充军备啊，然后战事再起，生灵涂炭，无数人都战死沙场，是你想看到的吗？再说你还有钱吗？这就对了吗？
曹瞒放走了这一万两黄金，我爸你二用钱来充你的军饷。此计甚妙，不过贤婿，为何是你八我二啊？最少五五啊。我七你三，你不同意你就赶紧追上去，反正还没跑远。贤婿，我同意我同意。哎呀，今日终于大破曹军，我们回城去大摆夜宴，痛饮一番。等等，还有一件事不用处理。魏晋，你个狗贼，居然肯背叛于我。主公这是何意？属下不懂。哼，秦放已经告诉我了，你就是曹瞒放在我身边的那个奸细。冤枉主公，主公明鉴，主公在我恩重如山，属下一直忠心耿耿，分明是秦放他公报私仇，污蔑于我。都如此时候了，你竟还胡乱攀扯。大小姐，我之前反对你们的婚事也是为了主公，你不能因为心仪此人就如此偏颇。你胡说。主公，你如此偏心谗言，就不含了将士们的心吗？今后谁人还敢直言？魏将军，你知道你的身份是怎么被识破的吗？你的主公曹瞒跪在我面前亲口告诉我。主公怎么可能向你下跪？好你个魏晋，真当我是傻子。来人把他拖下去砍了。是。吕文侯，你是个莽夫，你是斗不过曹公的，我在下面等着你，我等着你。哈哈哈哈，岂有此理。哼，秦放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要不然我还要被蒙在鼓里。那我和大小姐的婚事。好，那五日后大婚。主公，现如今魏姬已被那吕温侯借此过，日后恐怕很难再探得那吕温侯的动向。魏姬他就是个蠢货，这次这么重要的消息都没打探得到，让我如此狼狈，留在身边有何用？主公是打算咽下这口气，与那吕温侯和平共处？怎么可能？你此次前去，不仅要带万两黄金，还有赤兔马，再把宫里的那些宫女都搞一些送给那个货郎。这个吕温侯一介莽夫，一时得势不足为惧，但这个货郎就千万不能留在吕温侯的身边。是。回来，再把传言传给汝南的袁种，此人在汝南势力庞大，盘根错节，平时又好大喜功，最好的就是脸面，就把吕温侯毁约嫁女的事传给他，就不信他能按耐得住。是。快去。哎呀，危机这宅子真不错呀、啊。齐兄，你可真有本事，除掉危机之后，主公把这宅子赐给了你，不仅赚了万两黄金，还娶了大小姐为妻。我这可都是凭实力。是。对了，秦兄，这大婚将至，你可备好聘礼？聘礼？你可别说你一点没准备。哎，我可跟你说，这大小姐的婚礼聘礼可马虎不得呀。我若是没准备呢？哎呀，你糊涂呀，秦兄，那汝南袁家还在一旁虎视眈眈，你可得赶紧想办法。你看来必须回去一趟。启禀陈先生，秦先生，曹瞒送来的新婚贺礼已到。定是我的黄金万两到了，快运进来。不用运，他们自己走进来了，要不您先来院里看一眼呢。秦先生，除了万两黄金和这门外的赤兔马之外，我家主公专程为你挑选了三位佳人，娇美颜、娇娇、美美、颜颜，一并赠与秦先生。秦兄，是祸非福啊。不行不行，我对大小姐的真心日月可见，你赶紧赶紧带走。秦先生，这是曹公的一片心意。
好，曹公既然把他们三个送给我，那他们的一切都属于我吧？那是自然。好，那还愣着干嘛？你们三个收拾一切的行囊，跟我进屋吧。哎，秦兄，万万不可呀！大小姐马上就要过门，你不能做糊涂事啊！放屁！忙你去，我在里面等你们，赶紧进来啊！哎，秦兄，哎呀，愣着干嘛？赶紧的！血气方刚。大小姐，刚刚曹瞒送来赎金，还给那秦放送了三名绝色女子。那只不过是曹瞒的阴谋，我相信秦放，他不是那等好色之徒。那你可就看错他了，他把人全都收了。太漂亮了，快让我看看。秦先生，你太粗鲁了。秦先生，您轻点儿。哎呀，我的衣服。秦放，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来，曹瞒给了咱一万两黄金不说，他送的人身上还有这么多金银珠宝，你看这个，这一看就是皇宫出品啊，白给啊！这首饰，这雕花。这要是放在现代，可比吕文侯那些破铜烂铁值钱多了。你把他们换进来，就为了这些？不然呢？老婆，你吃醋了？我没有。啊，我特别想跟你说一句话。I love you。不，我钟情于你。还有外人在呢，我一会儿我这就让他们走。娇娇斗胆，有一事相告，只求秦先生收留。秦先生，我被送来之前，无意听到曹公已派人去给汝南的袁家送去了您大婚的邀请函，还听到了有关传国玉玺的消息。传国玉玺啊！传国玉玺啊！是否为真？我既已说出此事，就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。即使侥幸不死，也如浮萍一般，将会被辗转送到各位贵人手中。先生贵为商贾，却品行高尚，我等愿留在此处，即使为奴为婢，也心甘情愿。只求秦先生垂怜。求秦先生垂怜。这。行了，你们也本都是身不由己的可怜人，那就留在秦府做丫鬟吗？我夫人都发话了。那你们就留下吧。谢秦先生。你们先下去吧。你这样看着我作何？别动手动脚的，我们还没成婚呢。对了，你一直唤我老婆，是什么意思呀？老婆，始于月老，终于孟婆，黄泉碧落，生死相随。我们还没成婚呢，不可以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等不了那一两天了。等不了那一两天了。先生，不要！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新婚之前不可以。好吧，那就等洞房花烛夜之后再说吧。你能先放开我吗？哎呦、对了，聘礼之事莫要勉强。那可不行，你是我老婆，你值得全天下最好的。万一那袁耀他过来捣乱，我也得提前做个准备嘛。
玉玺而已，也就哄哄古人。真敢带来，老子绝对让他见识见识科技与狠活。可那袁家乃当时的第一豪门，你一个人又怎么能与之争斗？老婆，相信我，总有一天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。好，我相信你，不管你是谁，你永远都是我的父亲。感谢诸位来参加我儿婚礼，我敬大家一杯。来，岳父大人。人妖，岳父大人，别来无恙。人妖，岳父大人，别来无恙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岳父大人不欢迎啊？贤侄啊，我只是没想到你会突然前来。我若是不来，又怎知你吕温侯竟敢擅毁婚约，用一个小小货郎打我袁氏的脸？你就不怕我百万大军踏平你邳州吗？我劝你识相。袁世子，这可是我的地方，请你不要太过分。过分？哼，吕温侯，我叫你一声岳父是抬举你，你只不过是个不大不小的诸侯，有多少势力想巴结我汝南？要不是看你女儿有几分姿色，你以为轮得到你？你，主公，吕将军，吕将军，今日大喜之日啊，嫁女怎么没有通知曹某啊？好歹曹某也是送了万金呐、啊。还有这个赤兔马，哎，赤兔马，哟，世子你也在呀、啊？我是来看看，是哪个不知死活的狗东西敢跟我袁耀抢女人，我定要将他千刀万剐。世子大才，大才大才、啊！哎呀，谁在放屁啊？简直是臭不可闻！你又是何人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在下秦放，清河的夫君。哎呀，简直是臭不可闻！你又是何人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在下秦放，清河的夫君。大胆！此人竟然与姓周的长得一模一样，不行，得试他一试。周少，你怎么来了？什么周少啊，满口胡言乱语的。不是，你一个无权无势的小小货郎，凭什么跟我抢女？我是没有权势啊，不过我有钱。我头一次听见有人在我汝南袁氏面前比财力，我袁氏娶妻聘礼百台，你凭什么跟我比啊？啊，外面的东西是你的吧？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开车全给撵了。你说什么？不好了，少主，一只巨兽掀翻了我们的聘礼，聘礼都被毁了。你怎么现在才说？我们的人都被巨兽震慑了，瘫软难行。属下也是刚刚才。救你何用？吕温侯，我不远千里前来履行婚约，你任由这样宵小侮辱我袁氏，就不怕与我袁氏交恶吗？就你拿着的那些垃圾也好意思当聘礼？我那些聘礼放在圣经也是颇为贵重，其中十匹蜀锦更是千金难求，你这小小货郎只会逞口舌之快，难不成你还能拿出价值更胜的聘礼吗？怎么不能？难不成你还能拿出价值更胜的聘礼？怎么不能？秦先生聘礼，十密百担。十密乃西域贡品，历来稀少。这货郎什么来历？随随便便就搞个几百担。蜀锦千匹。蜀锦，寸锦寸金的，极为难得，非公卿所不能得。这
竟然有千匹，金银万金！天哪，金眼！我等历朝历代只见过粗眼，何曾有个金眼呢？这可是天下难得，千金万金所不能比的呀！嘿嘿，贤婿，这些当真全是聘礼？当真，我老婆自然是值得最好的。我老婆自然是值得最好的。这不可能，这小小货郎为了哗众取宠竟编出如此谎言，简直不可理喻。你不信啊？那你自己去看看吗？啊，属下已见识，确有此物。滚！秦老板果然是深藏不露啊。曹公，你不派人出去看看，怎么知道是真是假？哎呀呀呀呀呀！秦老板，这是哪里的话？你看啊，在这将军的大殿之上，所有的世俗名望之前，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如果还有人怀疑，那必定是蠢笨愚钝之人。特别是秦老板有如此的实力，居然还能够以小小货郎之前，骗得我好苦啊！哪里哪里，我这个人从来不骗人，我只说实话。对，实话，实话。就算你有这些有何用？我坐拥袁氏百万大军，掌管一方权势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哈，袁耀是吧？今天这在座的诸位可都是名门望族，你这随意就带领十万大军开伐，你是专门想恐吓我，还是想恐吓在座的诸位呢？休得挑拨离间！你这货郎，信口开河，简直找死！今日你与吕问侯羞辱于我，我派大军前来征讨，合情合理。再说，在座各位不过是乌合之众，你们各自兵力加起来可有五千。在座各位不过是乌合之众，你们各自兵力加起来可有五千。大家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他看不起大家，侮辱大家，是又如何？所以啊，各位，打铁还需自身硬，装备落后就会挨打的。为此，我向在座的诸位保证，只要你们跟我一起对抗袁家，我所有的军器装备一律给你们打折，如果钱不够可以赊账。那秦先生所说的可是三千破十万的神奇重甲装备？正是。此番前来正为此事啊，我等愿意相助秦先生。你们这些蠢货，难道就不怕我十万大军吗？好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带我一个呀。曹瞒，你敢背叛我？世子，你我并没有盟约，何来背叛一说吗？秦老板，不如我们摒弃前嫌。可以啊，曹老板，只要你有钱，咱们一切都好说。好，好。你们这些奸诈小人，来人，传信于汝南，派百万大军前来讨伐不臣。来人，传信于汝南，派百万大军前来讨伐不臣。少主，莫要冲动。秦先生，好手段，好口才。不是，你又是谁呀？怎么一个个跟葫芦娃救爷爷一样，一个一个来，烦不烦呢？在下燕相。秦先生如此大才，为何不归顺我家主公啊？我家主公才是天降之才。我家主公也顺应天意，得到传国玉玺，登基称帝。天子如今尚在，尔等休得胡言。如今皇室不过是乱世称雄，从未得到过传国玉玺，而我家主公截然不同，已得传国玉玺，这才是正道。尔等难道连天命也要违逆吗？你齐先生没有选择呀。我就是一个小小的货郎，遗臭万年的事儿，我可不干。既然如此，那便留不得你了。吕将军，这是印有传国玉玺的圣旨，
只要你归顺我家主公，统领三军，升官俸禄尽你所有。此言当真？当真，不过有个条件，你得杀了这货郎。此言当真？当真，不过有个条件，你得杀了这货郎。等等，你说是真的，那就是真的呀。你有种你拿出来给我们大家看看。就是，谁知道你的玉玺是不是真的？传国玉玺还能有假？传国玉玺怎么就没有假？你说你有传国玉玺，那我说我也有传国玉玺啊。你有种你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啊。传国玉玺事关重大，岂能儿戏？那你就拿出来啊。此等贵重物品怎会随身携带？这货郎简直是胡搅蛮缠。哎，我怎么听说你们这次带来了？曹瞒，你算计我！哎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此事并非我说。你以为我会信你？既然你们要看，我成全你们。我父王已有加盖玉玺的受封昭告，你们若是敢抢玉玺，我必毁之。来人！啊！竟然真的是玉玺！原来这就是传国玉玺啊！巧了，我好像正好也有一个。原来这就是传国玉玺啊！我好像也有一个。休得信口开河，此乃天命所归，世间绝无仅有。你若是能拿出来，我双膝跪地把这玉玺送给你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你若是拿不出，就是有辱天命，当千刀万剐。贤侄，一时戏言，何必当真啊？戏言，我父乃天命，侮辱我就是侮辱上天。好，既然咱们的赌约这么大，你能否让我仔细观察观察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看这次我玩死你！装神弄鬼，是不是装神弄鬼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少废话，秦放，你要是能把它拿出来，就拿出来；你要是拿不出，你就死定了。等等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说，我拿出一块，你就要向我下跪。那我要是拿出好多块，你不得在这儿给我跪到死啊？你要拿出好多块，我便自废双腿。哎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今天这腿是保不住的。吕大小姐果然是英姿飒爽，等我娶你回来好好疼爱一番。腿都要被打折了，还敢在此大放厥词，呈上来。你不会告诉我你这些都是真的吧？你以为传国玉玺是大白菜，你说拿几颗就拿几颗？那万一这些都是真的呢？胡说八道，看我不拔了你舌头。看我不拔了你舌头。不可能，传国玉玺世间独有，你怎么会？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画。此物是做何用的呀？此物叫 3D 打印机，能复制万物。如果原药他要拿玉玺来压我们，我就让他见识见识科技的力量。这两枚玉玺不差分毫，竟是难以分清啊。但是传国玉玺世间仅有一枚啊。不可能。那么袁公子手中的玉玺，难道我的是？袁耀，我看你这双腿恐怕是保不住。我袁耀手握百万大军，我今天就要从这儿大摇大摆地走出去，我看你们谁敢动我。好，我不动你，但是我也能让你下跪，信吗？
口出狂言，我今天必须要给你点颜色看看。韩少主，我操！少主，可恶，可恶！我要他死！少主多情，那货郎来路不明，又有如此神器，不可正面强攻，只有再想其他办法。况且，玉玺也落在他手中，我知道，徐徐图之啊！一定要帮我抓住那个货郎，我要把他千刀万剐！老婆，这一刻我已经等了好久了，我来了。嗯，夫人，上回不是说洞房花烛夜之后就那什么吗？是，但我有些事情要问你。啊，不是，人生三急，洞房最急啊，有事明天再说吧。不行，秦风，你到底来自于何处？身上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神奇之物？根本就是闻所未闻。老婆，你相信我吗？但你每次消失以后根本就毫无踪迹，我怕。这个戒指在我们那儿，只要夫妻结婚都会戴这个，戴上这个以后，我去哪儿你就只能跟我去哪儿，再也逃不掉了。好看吗？以后无论你去哪里，刀山火海我都陪你。老婆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贤婿啊，我回去想了想啊，昨日我们得罪了袁耀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如果袁种前来，那些士卒可都是墙头草，靠不住。那你去招兵买马呀，你来找我干嘛？我倒是想呢，不过我这不是手头紧吗？贤婿，你看啊，咱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，可否？不可。我这不是手头紧吗？贤婿，咱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，可否？不可。岳父大人，亲兄弟还明算账，更何况您贵为一方诸侯，万万不可有这种懈怠之心啊。这样吧，我的东西都给你八折。这也行，不过我还是囊中羞涩。我说岳父大人，你就是缺少一双会发现的眼睛，这机会不就摆在你面前了吗？你就别绕来绕去了，有话直说。那袁耀，他不是说他是汝南世家吗？不是家里有矿吗？你的意思是我们扣下袁耀？还不可不可。那袁耀虽然嚣张跋扈，却并未有任何过分之举，我怎么着也是堂堂一方诸侯，做下此等事情，岂不被世人唾骂？你呀，你就是死脑筋。他虽然现在没有做过分之举，不代表他接下来还忍得住啊。什么意思？你想想，他现在双腿已经被废，还丢了传国玉玺，以他那嚣张跋扈的性格，他忍得住吗？但是他身边那个谋士看着颇有城府，应该不会那么轻易上当吧？再有城府，那他保护少主不利，丢了传国玉玺，他若不做点什么，那袁种能放过他吗？贤婿，愿闻其详。袁耀现在最痛恨的就是我，
如果你我之间产生了间隙，失去了将军府的庇护，那他一定会动手。嗯，妙啊！如果你我之间产生了间隙，失去了将军府的庇护，那他一定会动手。妙啊！不可不可不可，我素来与袁总相安无事，这样岂不更给了他发兵的理由？哎，你觉得现在这样了，他还能放过你吗？只有你把他儿子拿下，他才会有所忌惮，不敢出兵。对，就这么干。袁总这老匹夫欺人太甚，曾强定下我儿婚事，还上门挑衅。这下我们扣下袁耀，投鼠忌器。这下不忍，现在给我忍！赎金五五分，不二价。啊？这你要分？哎，你们别跑啊！哎，在这儿呢。秦放，没想到你是如此光影好色之徒，算我错信了你。日后你我恩断义绝，休想我再回府。走，随我回府。所有护卫，走。是。哎，哎，你们别跑啊！今天晚上我抓到谁，谁就是我的心肝小宝贝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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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到了！今天晚上，嗯，就你了。哎呦，有点尿急，我先上个茅厕，你先去床上等我啊！啊，哎呦，美人，我去就回来啊！秦芳，你也有今天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还不是落在我手里。说什么？让他说话。袁耀，我可是吕温侯的女婿，你就不怕事情败露，吕温侯找你麻烦吗？你不是和那个吕清河的闹翻了吗？你一个小小卖货郎，吕温侯怎么可能为了你出手？况且只要我把你杀了，他就没有那些奇怪的兵器护甲，根本不是我父王的对手，我们迟早也要灭了他。我突然觉得你还是有脑子的嘛。我突然觉得你还是挺会耍嘴皮子的嘛。你那些美人你不是很喜欢吗？我把他们都带来了，等你死了以后，我手下的那些兄弟们会好好的疼爱他的。哎，嗨，这种事情你都让你手下代劳啊。哎，我记得我打断你的不是第三条腿啊。说什么？还不是被你所赐。少主不要动怒，小心中了他的激将法。秦芳，我再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说出军位和其他物资的来路，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点。眼下。哎，我管你验什么，你看着你那一副要吃人的样子啊！你看看，你说这话，你自己信不信啊？你好，既然你油盐不进，来，把他绑起来，看9981道，千万别让他气死。到时候我要看你怎么跪下来求我杀了你。动手，动手。你背叛我！你不是我放出去的人吗？你到底是谁啊？当当当当，当然是我的亲亲夫人了。你们故意的？对喽，不故意你怎么上钩呢？
现在外面全都是我的护卫，你以为凭你们两个也想赢我吗？你们放了少主，我放你们二人离开，今天的事情一笔勾销。一笔勾销？我告诉你，我秦放这个人从来不做亏本生意，况且我今天我牺牲这么大，你不得补偿补偿我？你想如何？大不了鱼死网破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我这个人啊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，这样你只要赔偿我一点精神损失费。精神损失费？何人抓我贤婿？贤婿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贤婿失踪之后，我是心急如焚，夜不能寐呀！哎呀，过了过了，岳父大人，清河还在。哦，清河，你也被他们抓了？贤侄，你这是何意啊？为何害我的女儿女婿？你是疯了吗？你女儿的剑还指在我脖子上，这是谁要害谁呀、啊？这……只允许你们动手，不准我们正当防卫吗？难不成我还要伸着脖子让你砍啊？对对对，合情合理，正当防卫。宇文侯，尔等这是合起伙来算计，少主带着诚意来，你们就这样对待少主？到时候主公发兵前来，你可别后悔。在我的地头上派人抓我的人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诚意？你就不怕我找袁整这老家伙好好说道说道？对了，还有我女婿的那个精神损失费损失费啊，对对对，精神损失费我也一并找袁总讨要回来。至于你们几个，既然觉得冤枉，那就辛苦你们留下来接受调查吧。少主，哎，你们少主太虚了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照顾啊，至少要等此事调查到水落石出为止，莫要袁种那老家伙白发人送黑发人呢。你们欺人太甚！我们走。太虚了。少主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走走走走。虚啊！眼像那个蠢货，不仅丢失玉玺，还让我儿双腿残废，简直罪大恶极。主公，还是按照吕文侯的条件送去财帛救出少主吧。胡扯！吕文侯他张口便想取我袁氏半数身家，仗着我儿在他手中不敢轻举妄动，我如何能随他心意啊？可少主是您唯一血脉，备好所需财帛，有一队精兵亲自前往。还有燕相所说那个火狼，他竟敢设计陷害我，我定要将他亲自碎尸万段。你说袁种派人把赎金送来之后就抱病休养了？传信之人说袁种最近几日总以身体抱恙为由，闭门谢客。袁种什么样的人，他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？他一定会偷偷起来。传令下去，封地内只留下守军，其他所有的部队全部给我派到邳州城30余里的地方，原地待命。看样子曹某人的时运来了呀。主公这步棋下的好啊。哼。贤婿啊，此为何物啊？发电机，用来抓贼。那这又是何用呢？太阳能监控，用来防贼。防贼？要抓贼的话，何不多派几个侍卫就行？侍卫有什么用啊？这玩意儿配上电网，可以说是悄无声息，瞬间制敌啊。如此神物，那我江金府可否？可以啊。
拿银子来？说笑说笑，贤婿你啊，岳父你呀、啊，哎呀，我倒是想亲眼看看此物是如何抓贼，如何瞬间制敌的。会的，只是不知道第一个倒霉蛋会是谁呢？无耻！那个吕文侯竟敢真不放我出城，等我日后回了汝南，定要派兵踏平这邳州。少主稍安勿躁，主公派的人算算时日，该到了邳城了呀。何人？没有我允许竟敢擅闯？何人？主公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我这腿啊算是废了。我只知你腿脚受伤，被吕文侯铐在城中，却不知你伤竟如此严重。吕文侯啊，我定与你势不两立。那个秦放，你一定要帮我，把我杀了秦放。放心，今晚我就将那人的首级取回，为你报仇。鸟儿，你在此等候，为父稍后便将那秦放的首级给你取出来。父亲，我也要去，我要亲眼看着那秦放被折磨死，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好，谅他也翻不出什么风浪。那待会儿就由你亲自解决那个货郎。好，走走。还真有不开眼的，正好让他们试验一下我的新装备。此院如此多水，主公，秦放诡计多端，准是有诈。眼下，我看你就是杞人忧天，坐视畏首畏尾，日后如何辅佐我父亲成大事啊？是少主。好呀，搜，谁抓住秦放，重重有赏。是，不用搜了。我在这儿呢。我在这儿呢。你就是秦放？幸会幸会。夫人，我这么有名了？油嘴滑舌，你害我儿双腿被废，今夜前来就是要拿你的命来偿。是他非要跟我打赌，愿赌服输，可是他居然输不起，那我只好帮帮他了。分明就是你耍阴谋诡计害我。你不要胡说八道啊，那天那么多人看着呢。哎，你那裹头军师不也在吗？你少耍嘴皮子，你最好自己出来，我还可以考虑放过你夫人，否则定让你二人尸骨无存。哦，我好怕哦。你现在人都到齐了吗？秦放，今日我父王派些属精兵前来对付你，算是给你天大的脸了，你最好给我出来乖乖受死。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什么意思？字面上的意思，既然人都到齐了，我就不再担心有漏网之鱼了。父亲，父亲，军师，你们快起来啊！哎，忘了他坐的是竹椅子，不倒垫。父亲，真的是祸害一千年啊！
他们难道都死了吗？没有，我怎么会让他们死了呢？脏了我的院子，那可不好。走。父亲，父亲，眼下，你们快起来啊！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你们快起来啊！你们快起来啊！你到底使用的什么妖术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高科技啊，你怎么就不学乖呢？好好的二世祖不当，非要往我的枪口上撞。你看，现在连你父亲都被你坑了吧？坑爹玩意儿！你胡说，分明是你使用的妖术。秦兄，秦兄，我听到你这边有动静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没事儿。就原耀他爹过来偷袭我，被我放倒了。沈将军，快救我！吕文侯已经说了要放过我了，这个秦放还要杀我。沈将军，快快救我！吕文侯已经说了要放过我了，这个秦放还要杀我。他们真的都是你杀的？我是那么残暴的人吗？晕过去了而已。这帮人半夜三更跑过来想杀我，技不如人被我放倒了。你来的正好，你把这些人给我带回去，交给我岳父大人处理去吧。我也去。哎，老婆，你就别去了，这事儿交给军师处理就行啊。你啊，跟我，咱该干嘛干嘛去。哎，秦兄，我来吧，老婆，这回没人打扰咱们了。主公，袁种一行人夜袭秦宅，除了袁耀，其余人皆全军覆没。死了！把消息给我散出去啊！不，先传递给汝南，然后再顺便帮我把消息散到城里头去啊！是。贤轩。你那防贼神器着实厉害，袁种带的精兵连我都有所忌惮，没想到不费一兵一卒竟然全部放倒，简直神了。哎呀，小意思，这次是他们运气不好，刚好撞上。哈哈哈哈哈！秦老板，我呀还是小看你了啊！哈哈哈哈！曹瞒，你怎么还在此处？你不怕我杀了你？哟，吕将军呐、啊，你怕是自己都自顾不暇了呀？哼，看热闹，你不怕引火上身？我城外有50000精兵，何惧之有啊？啊？怎么，曹瞒，你想趁火打劫？没文化就是没文化，说话就是不好听。我是来帮你的。帮我？你有这么好心？我跟你说，只要你归顺于我，我就和你合兵一处攻打援军。呸！臣服于你，做你的春秋大梦。没文化说话极其不好听，我还是比较欣赏我们的秦老板。秦老板，你把玉玺交给我，我就饶你的性命，如何呀？哦，原来消息是你放出去的。行，不就是玉玺吗？你想要几个？上次那两个都送给你，行不行？你唬得了袁耀，你唬不住我。玉玺呢是必须要交到我手中的，因为你们拿着根本就不配。我们不配？那你配啊。哎，你我家主公世代公卿，身份尊贵，无神儿等这种草莽贱民可比。我只知道英雄才不问出处，你如果非要论身份血统的话，在我们那边好像只有狗他才论。你大胆，你辱骂我家主公是狗。我可没说啊，那是你自己说的。狂妄小儿。哼，好一个英雄不问出处，不管是否问不问出处，都应该是天命所归。这天命之人一定是有才有德的，德才兼备的有识之士，不是那种胸无点墨的市井匹夫。哼，曹瞒，你不用含沙射影，不要以为自己会送那么两首酸诗就了不起。现在这世道，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。你想趁火打劫呀、啊、我偏不如你的意，你奈我何？我不能如何，我明天就跟袁家军合兵一处打你的皮州。
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你今日杀了我，明日我就踏平你们邳州，有何不可？不怕告诉你，主公，吕将军何必动怒呢？你文大斗不过我，不如试试兵法吧。如果你兵法能斗得过我，我曹瞒也许能臣服于你呀。啊，兵法？岳父大人，曹公既然想比兵法，那咱就跟他比一比。你不比上一比，怎能让他心服口服呢？秦先生啊，你可知你那位岳父不善文墨，你以为会带兵打仗就懂兵法了？痴人说笑。吕将军，得于私者毁于私啊，我劝你早日归降我家主公，不然这邳州城的脸面怕是要丢光了。哼，贤婿，这领兵打仗为父还尚可，可是兵法行啊。岳父大人，我什么时候说让你比了啊？有小婿在此，怎能让岳父受累呢？曹公，你应该不会嫌弃我这个小小货郎代替我岳父同你比上一比吧？放肆！你区区一介货郎，怎可与我主公比啊？哎，你们不会是怕了吧？你曹瞒是不是肚子里没墨水，不敢跟我比啊？你也不用用语言来计较老夫了。你要是跟我比的话，确实也不够资格。不如你搭上一条命吧，如何？你也不用用语言来计较老夫了。你要是跟我比的话，确实也不够资格。不如你搭上一条命吧，如何？那我就搭上我的性命。不过既然我的赌注都这么重了，那曹公是否可以追加10000两黄金？贤婿，贤婿，你只是个小小货郎，又没上过战场，又不懂兵法，小心这是曹瞒下的圈套。秦兄，主公说的是啊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不能儿戏。哎，岳父，虽然我是没有读过兵法，可是就这种局，我赢他绰绰有余，还请岳父大人应允。这都撞枪口上了，我还不捡这个便宜，怎么对得起我9年义务教育？老家伙，让你看看什么才是兵法天花板。区区万金，我就陪你赌上一赌。不过吕将军呐，一直没有应允，你是怕了？我会怕你？比就比。秦老板，你既然觉得自己能必赢，那就你先来，让我等开开眼界呀。没问题，不过我只论一次。故作神秘，你以为能说出什么惊世之言不成？千章万句不外乎治人而不治于人矣。我只论一次，千章万句不外乎治人而不治于人矣。善用兵者，无不正，无不奇，使敌莫测，故正亦胜，奇亦胜。三军之事，只知其胜，莫知其所以胜，安能治世哉？兵不贵分，分则力寡，奇在速，兵之情主速，成人之不局之道，攻其所，为师力却，穷寇勿追。兵无常势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。避人之长，攻人之短，见其前长远，利在结束，知己知彼，兵家大要。至此。好。贤婿啊，你这兵法之论我听的是醍醐灌顶。我吕温侯从未服过任何人，今后我只服你。秦兄，请受我一拜。这军师，你这是？之前我一直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货郎，真是鲁莽了你。如今看来，叫您麒麟之才也不为过呀。长门，怎么还继续比吗？秦放，
你既然能做得出如此惊世骇俗的文章，你就绝对不会害怕那袁家军。你今天当着所有的士族名望的面前，你是想羞辱老夫吗？哎，你别冤枉我，刚才我就已经说过了，我这次一定会赢。是你自己信的？为何？为何？来人！你既然没死，什么？我没死，你很失望啊，曹瞒。我竟不知你有如此狼子野心，挑起一切事端算计于我，想坐收渔翁之利。我呸！想都别想。待我十万大军一到，我最先灭你曹瞒。哼，你个老匹夫，你以为我怕你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手上也有万精兵，到底鹿死谁手，未曾可知。曹瞒。你既已输于我，我就是你的主公，打与不打你说了不算。放你的屁，我输的是秦芳，我又没输给你，我的万金送给他，我绝对不会臣服于你。你这是想耍赖了？怎么了？我只是时运不好，因为你身边有这个秦芳，如果没有他，你早就被我逼死在皮城，你还有今日？我呸！我就知道你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，不如咱们现在再打过，看我能不能打得你连你娘亲都不认得你。我打得连你妈也认不出你。不行，我算计于我，你让我亲自灭他。不行，不瞒算计于我，我亲自灭了他。哼，你试试。好了好了，都别吵了，你们现在所剩的粮草都打几天？我汝南富庶，根本无需有此烦扰。是是是，你有钱没错，可我听说你们汝南这个赋税繁重，城中的百姓宁愿迁去韩之地，都不愿在你的汝南多待一天。你就算有钱，你招得了士兵吗？无稽之谈！你爱信不信？当今天下诸侯割据，你们三方在这打得不可开交。那这个时候，其他诸侯趁机介入，你们是不是得不偿失啊？哎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们现在都各有所图，倒不如大家一起协议休战，共合作。赚钱，怎么赚？我呢，准备打造一个不夜城。不夜城？什么玩意儿？就是老百姓的六九同城，士大夫的销金之地。玄雪，这销金会所我且知道，这说的六九同城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不用在意这些细节，反正你们只需要知道，只要这不夜城开起来，日入千金，那都是洒洒水的啦。真是啊，来走一个，走一个，走一个。主公，是个红号码，预防心脏病，防止低血糖啊。主公，差不多得了，该我了。陈公，你能不能快点？烂牌，二条，胡了。来，取钱。这披上会所简直是伤风败俗，让良家女子穿什么黑丝啊？哎呀，这是成何体统吗？这是。先生，我看你也没少看。哎呀，啊，还有足疗按摩，全身死胖，这斯文扫地嘛这。哎，我开了，下肉吧。哎，走走走走，来来来来，走走走，来来来。主公，哎呀，贤婿啊，不光不夜城是个金疙瘩，府邸改成的披裳会所，团团几日也日入千金，这月底分红的时候，我不得分好几万呢？可能不止，还能再多。好啊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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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恭喜吕将军秦老板大赚特赚呐、啊！
哎呀，哪有哪有哪有！哎呀，我们的小生意在我贤婿的谋划下，不过才月入万计。哎呀，别人看不上，看不上。吕将军呐、啊，我们不已经是快马加鞭赶过来商量一下加盟的事呀？池老板，给个机会啊！原来如此，倒也不是不行。哎呦，谢谢秦老板，谢谢秦老板。那员工，你此次前来也是为了此事？这曹蛮都愿意加入，他不是看上俺们死化的人妻了吗？我可听说你充了几万金的会员卡。哦，你可以。你是过来商讨加盟的事宜的，你干嘛揭我的短呢？你要不要加盟你就走。你和吕文侯都加盟了，我要是再不加盟，做上尔等密谋，我岂不是防不胜防？区区万金，袁某输得起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这么多的金银财宝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跟着我一起赚大钱，不比打仗有意思。曹总，吕总啊，以后咱们不打了吧？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！以和为贵，以和为贵，以和为贵。夫君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想不想去我老家？想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。你老家应该挺神秘，挺美吧？美，明天就带你去。那个叫秦放的小子又出现了。是的，周少，我经常看见他从老街出来，我拎着一包东西，兴高采烈地进了金总公司。知道包里装的什么吗？哎呀，我是真不知道啊，周少，秦放只是让我帮岳云慧而已啊。好啊。哎，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一次我好像听说他拿着古董卖给金总，每次他得拿挺大一袋，他是随意装的，所以之前我不敢确认的。古啊，他一个贱卖货的，哪来的古董啊？反正呢，他每次从老街出来就有了，应该是祖传的。祖传的？不可能，我跟秦放在一起那么久，他连个像样的住处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有祖传的古董？肯定是偷的。老千那边遗迹众多，难不成真让他挖到宝了？有人去打听下他卖给金立杰的东西，其他人都去老街给我搜，挖地三尺，一间一间的搜，一定要把他的宝给我挖出来。是。这也太漂亮了，这是哪来的一位仙女啊？今天也没人说有仙女要下凡到我们老街啊。啊，夫君，你同乡的人都好直接，从来没有被这么夸过，都不好意思了。我们这里的人都这样，他们是觉得你漂亮，就没见过你这么漂亮。嘿嘿，穿越之前我哪有搂着一个大美人逛街的机会，让他们去看吧，眼珠子瞪出来也摸不到。对了，老婆，这个是手机，这是我们这儿的通信设备，这个是我的号码，打这个就能联系到我，给你。这个是神器吗？我也能有吗？你是我老婆，什么神器都值得拥有。还有这个是我们这儿的货币，什么都能买，拿着。当当当当，我还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，我给你带上，送给你了。一会儿呢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就在这附近逛一逛，看上什么就买什么。但你不许走远，听着啊，我一会儿就回来找你。嗯，放心吧，我不会乱跑的。嗯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好。
哎呦，铁兄弟啊，每次这么好的宝贝你就这么随意的背过来，如果下次啊再有这么好的宝贝你要不方便的话，我亲自去拿。那倒不用啊，下次我注意。哎，秦兄弟，这个周明这段时间是不是一直在找你的麻烦呀？啊，没有啊，我可听我手下的人说了，这些周家的人呢、啊、四处在找你呢，具体说是应该找你祖传的宝藏库才是，你可一定要小心呐、啊，别被他们狠狠地宰一把。而且这次金总就被他们周家父子算计了。你接着说，是周家父子周明。没错，金总砸了大半身家买了一个假的创国玉玺，这次商选会金总怕是骑虎难下，所以也想请你帮帮忙，想想办法。你接着说，周明的父亲周大海觊觎商会会长的位置很久了，而你上次摆了周明一道，他一直怀恨在心，所以他便怂恿周大海买通专家给金总下了套。这个周明还真是死性不改。等等，你刚刚说金总买的假货是传国玉玺，那可真是太巧了。周少，陈勇都被你给干废了，以后我们就跟您混了。对，跟着周少吃香的喝辣的。行，没问题，就是这条街，你们挖地三尺也要把秦放的宝给我挖出来。是。哎，美女，美女，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关你们什么事儿？走。是。你干什么去啊？回家去吧。美人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袁耀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袁耀，你认错人了。不过我好喜欢你的搭讪方式。周少，我跟他只是朋友，你别多想。你别忘了你的正事儿。我的正事就是要跟这个美女约会呀。你不是要找秦放的宝藏吗？秦放，你们也认识秦放？你也认识秦放？他是你什么人啊？他是我的夫君。看来你的眼光也不怎么样呀，喜欢那个没用的废物。关你什么事儿？滚！这么说来，你们跟夫君并不是朋友。喂，夫君，我遇到了登徒子，应该怎么办？秦放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！你们别乱来啊！老婆，老婆，你等我啊！你在古街等我，我马上过来。秦总，我去去就来。哎，秦兄弟，需不需要帮忙啊？不需要，不需要。好香啊！要不要一起？小丫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敢动我？对呀、啊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敢惹周氏集团，你不要命了？周氏集团那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不过他想拿这个手碰我的话，那我就把这只手给我留下来。哎，可以了，老婆，老婆可以了。夫君，你来了，我看这个登徒子他不是你的朋友，还对我动手动脚的，我就帮你解决了下。解决的好啊，解决的非常好。秦放，你的人动了周少，周氏集团是不会放过你的。秦放，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夫君，看来还是得斩草除根，等我一下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走走走，老婆。哎，周少，你说这秦放从哪认识的这么厉害一野女人？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
要不是你，我早把他拿下了。你有多远滚多远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来了，哟，秦总，我以为您不敢来了，怎么，这次是专程前来提前祝贺我的？哼，周大海，未免也高兴得太早了吧？这不到最后，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。还嘴硬？我告诉你，金碧琪，这次我们带来的是至尊琉璃碗。传说从三国时期中原传到岛国的，价值连城，赢定了。倒是你，之前不是说我们周家没有资格跟你谈脸面吗？从今天起，你的脸面就被我们周家踩在脚下。周大海，你这是养了个儿子呀，还是养了一条狗啊？劝你一句，最好拿狗绳给他拴好了，别到最后闯了大祸，被人打死都不知道。你，先让他摆摆架子，再摆会儿就没机会了。放心，你们周家被金总踩在脚下的日子还长着呢。你们周家被金总踩在脚下的日子还长着呢。哎呀，秦老弟，你可算是来了。我听说今年的商会会长您肯定当选，所以我特地前来祝贺。哎呀，是听谁说的呀？这道贺的话给往后放一放。秦老弟呀，以后老哥哥就仰仗你了。来，先坐吧。你就是秦芳啊，不然呢？没想到你们真有点本事啊，居然将金力劫骗得团团转。像这样的影集商会都把你带来了，多谢夸奖，我记住你了。云芳，别得意，从今天开始你的靠山就不好使了，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好，我等着看咱们谁收拾谁。今日云城商会选举大会，欢迎各位前来参加。规矩不变，带来藏品价值最高者当选为本届会长。本次特地邀请到古董界鉴宝大师庄老为此次评判。居然把庄老给请来了，看来这次有很多了不起的宝贝啊。第一件李家藏品玉如意。质地纯正莹润，看起来倒像是个不可多得的佳品，但是年代太近，最多也不过百年，这种东西你好意思拿出来让我给鉴定？哼，拿走拿走。接下来周家藏品至尊琉璃碗。此碗虽年代久远，但是仍然流光溢彩，看上去倒像是个不可多得的宝物，但是当时的琉璃制作工艺还没有这么先进。老婆，你快看那个碗。哎，那不是你当时带到我府上给我小狗喂水的水盆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嚣张什么？那不就是个狗盆吗？一个穷屌丝，你懂什么？竟然在这里大放厥词！是是是是是，你懂，你最懂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那个狗盆啊，跟你周家这份子挺大的。找死！年轻人，太嚣张了，光会耍嘴皮子有什么用啊？有本事拿真东西出来说话，否则。小心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这就不需要您操心。
况且东西，金总不早就已经带了？难道传国玉玺还比不上你们周家一个狗盆吗？传国玉玺，现在这里谁不知道？金总花了大半个身家，买了个假玉玺，你还在装什么？我就看看你今天怎么死的。金总花了大半个身家，买了个假玉玺，你还在装什么？我就看看你今天怎么死的。是真是假你怎么知道呢？万一是真的呢？秦老弟，别说了，那玉玺是假的，都怪我大意，上了这周氏父子的当了。金总，现在鉴定结果还没出来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？万一他就是真的呢？好，那我今天就看看你们拿出个什么玉玺，让你死得明明白白的。下一件是金总的藏品传国玉玺。我说金总，要不趁着老庄还没验，赶紧把自己的玉玺拿回去，省得丢人现眼。金立杰，我周大海也不是赶尽杀绝之人，在当选会长之后，我不会立马将你踢出商会。识相点儿，你自己自动退出吧。你们是真不要脸，现在玉玺还没有鉴定，你就在这儿大放厥词，你们周家的吃相是不是太难看了点儿？我看你还真是死鸭子嘴硬，你还真当你拿的玉玺是真的？就你这德行，你清楚真玉玺长什么样吗？那当然比你清楚了，至少造假都造得不像个样。你说什么？胡说八道！好，既然这么有自信，今天就让老庄验验，如果你这玉玺是假的，我让你秦放还有金立杰跪下立刻给我道歉。好啊，但如果这个玉玺它是真的，我赌整个周氏集团，我赌整个周氏集团。你还不够分量，我要他一起。秦放，你好大的胆。好啊，我同意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个假说成是真的。这个玉玺有瑕疵，听见了吧，秦放？看你还有什么借口？我说过，玉玺是真的，专家都说是假的，你还想抵赖？哎，恰恰正是这个瑕疵，才证明了，此物就是那个失踪多年的传国玉玺。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够见到这块失踪多年的传国玉玺呀。小伙子，谢谢你让我这辈子能够见到传国玉玺，此生无憾了。不可能，一定是你们联合起来坑我周家，我倒是做出一个假玉玺。闭嘴，一个蠢货，滚！区区一个周家还不值得我拉下脸来骗你们？既然不相信我庄某，那以后你们周家的所有物件我一件也不碰。哈哈，金小兄弟啊，以后你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尽管直接上门去找我。今天我先告辞了。秦放，这个狗腿子，再敢侮辱我夫君，我就卸了你的下巴。秦放，你这个狗腿子，再敢侮辱我夫君，我就卸了你的下巴。狗东西，恐怕有一点你没有搞清楚吧，秦老弟从来都没有巴结过我，
而是我一直在巴结秦老弟。今天的传国玉玺也是秦老弟拿过来为我救场的。哼，你们都好好看看，今天拿过来的所有东西都是老子卖给你们的，而这些东西都是秦老弟随手拿出来的。所以啊，今天这个商会会长非我秦老弟莫属。不可能，徐教授他就是个卖货的，怎么可能一时间拿出这么多稀世珍宝？你们都被骗了，你就是个骗子。你没听说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吗？我之前是潦倒，可谁又能保证我一辈子穷困潦倒呢？行了，今天是你们运气好，来日方长，我们走着瞧。等等，你是老糊涂了还是记忆力不好啊？啊，刚才是谁说的赌输了以后要交出周家的全部？大家伙可全都听见了。金丽姐，你一个赌约就想要我整个周家，你欺人太甚了吧。怎么了同学大海，你想耍赖吧？告诉我，今天在座的可是全云城的商业翘楚，出尔反尔，不讲信誉，以后我看你在云城怎么立足。秦放，你该死。不长记性的东西，再有下次你就拿你的小命来赔礼道歉吧。金丽杰居然敢公然伤人，我要让保安队把你们全都抓起来。那就不劳烦你周大海了，保安马上就到。你的儿子涉嫌商业诈骗、偷税漏税、仿照文物，数罪并罚，你们怕是要把那缝纫机给踩碎了吧？啊！秦老弟，那我就预祝你成为下一任的商会会长。哎呦，金总，您就别打趣我了，我哪有资格呀？你要是没有资格，那在座的谁有资格呀？还是你当吧。哎，你当、哎、你当吧。当。别推辞了。夫君，那个金总推荐你做商会会长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啊？老婆，你觉得你夫君适合做商会会长吗？我夫君神秘莫测，盖世无双，做什么都合适。那要是做皇帝呢？夫君，你还是莫要乱说，担心老天爷会降罪于你。哎，是啊，我若是当了这个商会会长，我就会去想当诸侯；我若是当了诸侯，那我就会去想当皇帝。虽然说以我这个财力，这些都唾手可得，可就算我得到了这天下，恐怕连你父母都会烦我。那我还不如就这样安安静静的和你一起好好生活。好，夫君你要做什么那我就去做什么，你去哪儿呢那我就陪着你去哪儿。好，我们去挣好多好多的钱，然后生好多好多的孩子。我还在这边运了很多的现代良种，还带了很多的技术，我们到那边去种田，让那边没有饿死，让那些人把我们都供起来，好不好？嗯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实现心中那些小理想。好，谁让咱们有一个能穿梭两界的传送门呢？走。哎，门呢？那不是门吗？不是，我说的是墙。又不是墙吗？完了。